大家好，我是多倫多警隊環四區聯絡主任陳楚標警官。今天很高興就是我們 Chief William Blair 和我們傳媒朋友見面的時間。他在我身邊就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就 Wow TV 的好朋友。咁我哋咧就請 Wow TV 嘅朋友同大家講幾句。好，各位觀眾，你哋好。咁我係 Wow TV 嘅粵語新聞主播，我叫劉嘉欣。咁我好開心今日可以嚟到呢度同警察啦有一個良好嘅關係。咁如果各位觀眾想查詢更多有關最 update 嘅新聞啦，或者同警方有關嘅消息啦，都可以登入我哋嘅網址，就係 rubyl.doesnt.com 噶。咁我哋隨時都會 update 嘅。多謝。